我穿的这一款它是平口的，我穿的这款是平口的，然后它后面的话它是有做一个像这种美背式的设计，它的这个上面的话都是那种螺纹的棉料，有点像这样子螺纹的这种棉料，然后穿起来的话弹性还不错，它是这样子弹性松紧的，所以你们是可以再拉的，然后它后面的话穿起来的背的感觉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那种交叉的这种风格，就上下两个这样子的交叉，超级美的哦。它穿起来不会很厚，它穿起来不会很厚，它是这样子的棉料的，所以穿起来是舒服的。这一款是不可拆的，直接粘在上面的。然后它这一款还蛮心机的，它是做有点就是下厚上薄，它是有点下厚上薄，然后上面这样子，这种就是还蛮适合上胸比较没有肉肉的女生，因为小可爱最怕穿起来就是扁嘛，对。就是看起来会扁，但是它做了一个这种小设计，我觉得就是会看起来比较丰满一点点。这款它的弹性的确是做的比较紧啦，这个一定要做的比较紧一点点，穿起来的时候它是有紧度的，不会让我觉得很危险。颜色的话有粉色、灰色跟黑色，总共四个颜色。再来就是还有我身上的肤色，肤色的话我个人推荐必买，因为很多白色的单品的话基本上都要配这种肤色才不会曝光。